牵走了有些伤还痛着，有些泪还流着，有些梦还碎着，就算别过了头，还是有人哭了。天空亮了，乌云渐渐散了，雨滴慢慢停了，风声缓缓静了，悄悄地下了头，发现彼此希望哦，永发师兄会当口肯伊行出来。来啊来啊，我看到师兄的车。我还是卖去啊。阿珠啊，拢甲人讲好势安尼，伊就是要见面啊。哪有可能啊？我这么安尼，阿珠，你也是你啊？阿珠师姐，你总算来啊呢！你知影无？我已经走出来外口看几啊遍啊嘞！来，进来，行。阿珠师姐，你好吧？我真好啊！慧珠师姐，我相信你绝对袂做遐个歹代志，你绝对袂，因为你毋是迄种人。假使你若是迄种人，你都袂甲我斗三工遮济代志啊！我无甲你斗三工啥啊？谁讲无？你会记得你头一次来阮家的时阵，你看到的无？你今麦搁看麦啊？心态变足多。改变足多对无？迄拢是因为你。你替我去申请低收入户的补助，让我有法度伫咧厝里阁喘一口气。啊，小玉嘛有法度继续读书，那毋是因为你甲我斗三工，我哪有法度过即摆的生活？报纸刊的遐，我一句话拢袂去甲伊相信，伊好敢那相信我所识识的慧珠师姐，唔然我阿凤也相信你，啊，阁有足侪足侪人相信你。嗯，加油！嗯，慧珠师姐，行，我带你去小学的房间去看伊画图，老师拢给伊加注哦。行，我带你来去。
啊，你敢会用的？我即阵嘛哦，事就多啊，问心无愧，心上安啊。我认为我做的是对的，是应该做的，安尼就问心无愧。我唯一烦恼的，就是惊拖累着恁。你讲这是什么话啦？咱是一家伙啊呢，本来就要同甘共苦，哪有什么拖累？无这款代志，本来就讲好爱做伙面对的。我昨暗有甲菩萨许愿，不管今仔日宣判的结果是啥，有罪还是无罪，我拢会应该面对，嘛会继续做全职的志工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这个目标绝对袂改变。阿祖啊，多谢你一直陪我。你在看我的相簿？嗯。廖心姐的囡仔，实在是足勇敢、足坚强的啦。也想袂到，廖心的代志哦。大家拢足艰苦的，嘿，你莫阁安尼想。放心啦，我不会啦。较早是我家己想袂开，啊，若拄着代志，就一直想，一直想，安尼钻牛角尖啦。啊，即马去甲想想的吼，迄条官司嘛算是一个考验啦。考验？对啊。我学会晓吼，用正念来面对挫折啦，啊，心正就邪魔不侵啊，对不？你看，啊，尾仔毋是无代志，而且哦，我阁有足侪收获。啊，是啥物收获？恁迄当阵来看守所甲我接吼，我足感动的呢。我知影讲吼。不管遇到什么代志，困难的也是痛苦的，你家囡仔拢伫陪伫我身躯边啊。虽然讲要生的代志哦，我即阵想起来也是会艰苦，啊，不过我知影，人生无常，爱把握当下，爱珍惜身躯边的人。安尼就好。我咧看吼，你甲以前做代表的时阵吼，变足济呢。当然嘛，变足济啊，即马加较老啊。哎，唔是啦，我唔是讲这啦，我是讲吼，你看吼，你吼，潘代表变作即马是惠珠师姐啊啦，像讲你老啦，哦，遐敏感着。像敏感啊，你嘛真无聊呢。
较紧啊，今仔日毋是要去玉英老师公体看？哦，对吼。这搁看搁看，卖搁看啦。哦，好啦好啦。行啦，哎呦，你实在哦。慧芝师姐，哎，永华师兄，等我一下，我来提工资款嘛吼。没安尼着急啦，云姐，你是安怎啊？你都安尼哭啊？什么代志，让你这么艰苦啦？这，就是我甲我前翁生的后生，伊叫阿斌啦。哎，最近要驾驶出来。哦，啊，静静，哪拢无听你讲过哈？玉英姐哦，起码有家己的家庭啦。哎，可能讲这啊，是哦，歹势啦。假释出来不是好代志，你哪会这么艰苦？一个囡仔。跟我无亲，唉，拢是我的不对。伊细汉的时阵，我就跟我的前翁来离婚，无偌久，阮两个人拢有家己新的家庭，我无法度照顾伊，该交予伊阿妈，就是因为安尼。就是讲，家己就是去往放生，无人要治，伊毋才去后拍。后来，愈后愈歹，惹一挂代志，毋才让惹去关。伊对我真正是足怨恨的，甲即马。我想要弥补伊，照顾伊，伊拢无去接受，我真正不知影是要安怎做才好。莫哭莫哭，来来来，我真正是想要弥补伊，啊，不过伊无爱。伊即摆要出来，上需要就是大个所在。我即摆嫌要替伊租一间厝都无法度，师姐、师兄，你讲我到底是要哪做才好呢？云姐，找厝的代志交予阮啦。系啦。是的。阮有熟识过的朋友吼，拢是包租公、包租婆啦，啊，找厝吼应该是无问题啊。对啦，对啦。是哦，你遐有哦？好，阮即马先去看啊。嘿哦，好，再见。嘿，桂枝公哦，伊遐有厝要租人啊，赶紧看嘞。进来，进来吼。你安静啊！恁这厝势敢有包水电啊？有啦，总包，总包。啊，这环境袂歹啦，吼。嗯。借问啊，恁是恁家己要住，还是替别人租的？哦，是一个少年人啦。哦。啊，都假释出来啦。你哪搁讲？嘛爱讲啊，啊，咱做人就爱坦坦荡荡啊。啊，卡算若阮妈伊厝住细着厝哦，啊以后若是知影伊反应是啥，对阿兵啊嘛无好啊。嘛是啦吼。啊，卡紧想看卖啦，咱熟识朋友倒一个有厝要租人啊。
真大个咧，唔是讲吼，想要做包租公。真是哦。嗯。啊，进来看卖啊。好，进来去啦。啊，恁家足舒适个咧吼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，这拢有包水电啊吼。有，拢包伫个储水内底。哦，安尼哦。啊，电话咧？电话哦。啊，电话恁爱甲伊牵。哦，安尼我知。啊，差不多大个月吼，啥物时阵要互你储水啊？储水，无要紧啦，恁方便就好啊啦。哦，对啊，对啊。哦，迄是不要紧啦，啊是讲有一件代志要先甲你讲啊，啊着要来住迄个人吼，伊。恁阿母介绍的吼，绝对无问题啦。伊只要甲我讲，伊当时要来住。哦。哦，真紧啦，可能即几天着假释出来啊。假释？是讲哦。我享受到这间厝哦，阮某嘛一份，嘿，啊有一挂代志嘛是爱甲伊参详一下。哦。那会安尼啦？想袂到这单身的厝境这么困难哦。就是啊，要租一个厝吼，啊人听到是单身的就越头走。啊，安尼要安怎啊？后盖搁爱找头路呢？啊，即马上重要吼，就是先甲阿兵找着大个所在，啊，剩的吼，你后搁再讲。好啦，继续找啦。下礼拜一是，周老板那边的铁门，然后礼拜二是何老板那边，礼拜三的话早上是张小姐的店，然后下午要去赵哥那里，礼拜四的话单比较多，林先生。然后何老板那边还要再去一次。阿玲，你要看啥？嗯，爸妈。哎，爸，后礼拜订单啦。哦。啊，你接遐济单，那无甲我讲。爸，另外工厂交予我，我是公司的总经理呢。办公室抢业绩，应该没什么代志，拢来报告吧。啊，你是礼拜三啦。啊！你一口气接遐济单，是要来顾品质？啊，人客爱吼是百分之百好品质。你遐个方法拢是老方法啦啦，我办法。啊！你即摆是安怎？你要甲我应嘴啊！啊！你做这道是我要顾啊！啊！我也是老方法。啊！我用老方法来顾品质啦。好好好好好。今仔日吼，大家拢足辛苦啊，吼吼。啊，恁先转去，先转去吼，明仔载再搁讲。我的方法，我的道理。好好，知影知影知影。我是咧甲伊提醒的，我知吼。啥物讲，我也是老方法。我知，哎，转去的时阵记得关门吼。好，我知。知品质，我知。唔爱甲我送啦。哎呀，今仔日足累的啊。你实在哦，无代无志，发这么大性地要怎啊？嘿，啊，你拄仔无听到伊安尼甲我回哦？即嘛是我做总经理，这什么话呢？这敢会当听起？啊，工厂就已经放予伊去管啊，你差遐济要创啊？我是咧家己提醒啦，啊，做代志一定爱细腻啊，尤其是生理呢，迄品质一定爱顾好呢，人会才会继续找咱啊。提醒，像你歹叫做提醒，袂输咧骂人。啊，我着着急呢。伊安尼乌白来啦，哈！啊，那品质出问题是要安怎？着急着应该歹声扫。我哪有歹声扫？我，啊！你家己讲话嘛是安尼啊？欸，我即马是咧甲你提醒哦，你莫变故笑。我唔是变故笑，我就是想讲，无你甲我教，无你甲我教，要安尼甲恁家讲，哈，要安尼讲。最好的办法。来，开二口，罚200。以后吼，谁若是歹相扫，就罚200块。啊，
等这哦，欠好满的时阵，咱就把这关好住者，安怎？好啊，到时阵哦，你拿的钱一定比我搁较济。好啊，我来去洗身躯啊。坐工啊，哪会拢无人愿意甲厝租阿炳？无法度啦，别人嘛有别人的顾虑啊。我当然嘛知影啊，啊，不过吼，每一个人拢会做唔着代志，是安怎就不爱互甲旁一个机会啊？无听到吼，这个机会就应改变一世人啊。喂，金大爱哦。阿花啦，嘿，我决定哦，要嫁迄个厝租迄个少年人啊。啊，你要嫁厝租阿斌啊？对啊，这个问题我想过来讲啊，咱人哦拢会犯错，啊，只要讲伊家己哦愿意改哦，咱就把这个机会哦给伊啦。是啦，是啦。佮再讲哦，是恁阿母挂保证啊，我信得过恁啊。多谢啦哈，多谢你啦嘿，嘿，谢谢啦哈。阿珠啊，伊呐。嘿啦，我甲你讲，对啦，阮找到厝啊，真实的啦，哪有可能甲你骗啦？嘿啊，就伫个市区啦。哎呦，这声吼，玉英姐啊，心内石头已经藏落来啊。是啊，我家在吼，迄真大，甲咱收听啦。就志明讲哦，啊有善念的人哦，啊是足济啦。是啊。即个，你的功劳上大。我。对啊，那不是你想到真大哦，咱可能就找无厝啊，对不？你的功劳上大啦。开了口花两百哦，我先起来啊。啊，你讲看卖啦，啊，为什么遮遐济单啊？我拍算调整工厂运作个动线。嗯。我甲直接讨论过啊，调整了后，工厂运作会阁较紧，嘛阁较有效率。哦。啊，你调整啥？今麦工程吼交予你啊，啊，你会用有家己的想法，吼，啊，不过若是有啥物问题，也是会用甲我讨论啊。啊，你总经理吼，也是偶尔甲我董事长来开会，知影无？知。好啦，无用你的啦，吼。你是讲你想要开服饰店？嗯，
其实啊，我对做生意吼，一直拢足有兴趣的。啊，你有甲爸妈讲过无？我唔敢，因绝对无可能答应啊。只是问伊的意见，应该无要紧啦。我唔敢，我足惊因的呢。甲因讲话时阵哦，拢足紧张的，尤其是妈，看会出来。什么看会出来？妈，你回来啊？会啊，慧君，你今日遐早上早班哦？对啊，我拄才回来。妈，是安那？你年头以后莫搁买，爸无较爱食。好。搁有这啦，生活清气啊，较顶真个啦。哦。妈偷偷应该无听到吧？应该是无啦。这人的媳妇哪会怪怪？是有啥物代志袂用甲我讲？唉，我实在是想无啦。啊，我迄两个媳妇吼，到底有啥物代志唔肯甲我讲啊？你著直接甲问唔就好啊。啊，问就会讲啊，啊唔肯甲我讲就是唔肯甲我讲啦。无试看卖，你哪会知影？不过安尼听起来，你媳妇敢那足惊你啊？有啥物好惊的啊？我也袂尴尬。笑啥？我想起来哦，我拄识识你的时阵哦，你讲话足大声的，我嘛常常互你惊到呢。做代志哦，国紧国急。迄当阵哦，甲你无熟，我想讲哦，这个人哦，哪会遐尔啊大粗大意啊？后来甲你有确实哦，才知影你这是热心，想要赶紧甲代志做好，才会安尼。啊，着个性足急的，讲话较大声，安尼敢有需要惊？哎，你搁会记得吼，师父有讲过，因果通三世咯。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啊，这跟阮媳妇有啥物关系啊？这代志吼，有因才有果。你想看卖哦，你媳妇吼在你面头前，伊是紧张还是轻松呢？就紧张啊！啊，不过那是因为有代志要瞒我啊。那安尼，搁正经呢？啊，是足紧张呀。就算讲吼，较早有咧惊我，啊，我即摆已经改足济啊，啊，阮永发师兄讲吼，我即摆变足济，变甲足和气的呢，应该就无需要惊我啊。找一个机会吼，甲因讲讲的，大家吼，甲话拢讲好清楚，才能够相安无事。哎，记得多心猜疑，即成是非。好啦，知啦，紧紧紧，好好好。刚刚妈雄雄出来，咱出来要创啥？我嘛唔知呢。拄只爱我甲囡仔带去阿金兄菜一天，我照顾。了后就叫我去找你啊。那伊是要找你，还是要找我？我嘛唔知啦。要安怎啦？人拢已经带出来啊，是要安怎开嘴啦？慧君啊，你感觉？行啦，我请恁啉咖啡。妈，你今仔日约阮出来，是毋是有啥物重要代志要甲阮讲啊？唉，
我的个性就较刁滴，我就直接讲啊。恁两个哦，是毋是有代志问我啊？免看，免看啦，有代志紧讲啊，我话我袂想的。你就讲啦。美君啊，你的代志哦，紧讲。你就讲啦。妈，我想要开服饰店。服饰店，是安怎？其实我对服饰一直拢足有兴趣的，只是唔敢讲。不过我看妈甲慧君拢足拍拼经营事业，我嘛想要有家己的事业啊，所以想要开服饰店，发挥家己的专长。对啦，妈，美君对服饰一直真有兴趣，嘛有注意市场呢，伊做了真侪功课。开服饰店真好啊，是安怎唔敢讲啊？你无反对啊？是安怎要反对？啊，你若是有心有计的话，你就去做啊。哦，无怪哦，无怪拄仔你设计的时阵啦，拄着服饰店，你拢一直看。原来是想要开服饰店哦、喔，啊，这种代志有啥唔敢讲的啦？吼，我想讲厝的爱卡手，所以我才唔敢讲。无囡仔，若真正想要做哦，厝内底一定支持的啊。真正哦？当然嘛，真正呀。咱拢对外口的人好啊，厝内底的人哪有可能无支持啦？多谢妈。哎呦，讲什么多谢啦！啊，慧君啊，啊美君哦，头一届开店，你爱跟他斗相共诶。好。啊，搁有啦，以后若是看到试看我的衫哦，爱记得甲我留咧。好，无问题。哎，上尾一件代志，难道以后不准有婆媳问题哈？紧张紧张，恁去啊，紧嘞。真是想袂到，伊这么惊我。嘿嘿，你即马才知影哦，你伫厝内底我有威严嘞。啥物咧威严啊？啊，讲话就讲话啦，你以后。你较注意个哦，哈。开二口罚200哦，哈。哎呀哎呀，甲你讲耍笑个啦。啊，后来咧，今仔日搁去倒位？去踅街啊！互你看，互你看，你看，真正哦，美君甲我紧诶，有好看哦，哈。安讲袂歹呢吼。当然嘛袂歹，人是要开服饰店诶呢。嘿，今仔日下晡啊，阮有去一间咖啡厅，啉咖啡食松饼呢。迄间咖啡厅诶水果茶好啉哦。阿斌，有这边人吼，来来，来来来，你来看嘿。啊，你家己看麦啦吼。足大间嘞，啊，便所伫遮啦，啊，这是灶脚啦，啊，水电啦、瓦斯拢好势好势啊。迄电视吼，拢是好个，拢会用看，啊，房东人拢足好个啦，啊，有啥物问题哦，拢会敲电话互伊。才有你的衫裤啦，啊，佮有起膏，啊，佮有面巾啦，啊，佮有你平常时要用的物件啦。我无爱。啊，唔过。我就讲我无爱。啊啊，那安尼，你找头路的代志，
那是我的代志，我家己的错呀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啊，你若是需要什么物件吼，你甲我讲啦。啊，你若是不爱甲我讲，不要紧啦。啊，你会当吼，甲惠芝师姑，啊，佮永华师伯讲。哎呀，唔免啦。阿斌，好啦好啦，可以家己用啦吼，咱先来转啦嘿。啊好。啊，好啦，不要紧啦，咱先来走啦吼。啊，可以家己去整理。花一点仔时间哦，家己去想看卖。哦，啊，以后代志还阁再讲。阿斌啊，啊，阮先来去啦，吼。啊，锁匙伫遮，啊，有啥物问题，阁敲电话，吼。好啦，咱来走。对啦，啊，拄只阿斌哦，对恁无礼貌，我伫遮吼，代替甲你回谢礼啦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不要紧啦，我看伊哦，毋是真诶无礼貌啦，啊，拄仔要走诶时阵哦，伊有甲我点头呢，可能是无熟啊，以后就好啊啦，吼。嗯，对啦，你莫遐尼烦恼啦，我看即个囡仔哦，想要靠家己，你着回试看卖啊。咁真实诶。嗯。你无看哦，拄仔伊一入门哦，就甲迄椅仔吃好食，啊，顶面的椅仔搁用手掰掉，迄就表示讲哦，伊足爱清气，足重视即马大个所在，想要好好振作。对啊，啊，伊拄仔毋是讲过吼，伊想要家己去找工课啦，啊，这就表示哦，伊有心想要学好，啊，人吼唔惊做唔对，就惊吼无要改，伊若想要改吼，安尼就有机会啦。你吼，就爱对家己有信心，嘛爱对伊有信心。总有一天哦，恁两个哦会做真真正正的母仔囝。多谢你啦，真正是足感谢你的。没啦，我来去哦，落去较细腻的哈。哎，喂，我潘慧珠。啊，哦哦，好啊好啊，不然你住址先给我啦。还给我！那个坏人他在哪里？麻烦给我，快点！是谁？不好意思，坏人全部是坏人，走开！是你逼我坏人，你在这里啦！我靠，坏人，你是谁？没事，我老公在哪里？哪里没事？快去叫救护车！你先冷静一下，好，我们去找他。我们打电话去找了哈。不好，在哪里？师姐，还好你们赶来了。我们来帮你的啦，我们来帮你的。我已经尽力了，姑姑，你不要赶我们走好不好？姑姑啊，我们应该还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件事啦。啊，大家在一起讨论看看。我也不想这样啊，我也想要好好的照顾他们啊，毕竟他们都是我弟弟最爱的家人，可是。你们知道吗？自从他妈妈疯了之后，家里发生多少状况，连这个房子都差一点被他给烧掉。
搞得我一天24小时都精神紧绷，我连晚上睡觉都会做噩梦。哎，你们说我能怎么办？我还有我自己的家人要照顾。我知道了，家里有一个人生病哦，真的很辛苦。小林姑姑啊，你有没有想过哦，先把小林的妈妈先安置在疗养院里面，啊，那里哦有专业的医护人员照顾，也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啊。我们当然有想过啊，但是住疗养院的费用不是我们能够负担得起的。我们家就我先生一个人，一个月4万多块的薪水，要养两家人呢。我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我真的撑不下去了啦。这样了，我们来安排哦，小林的妈妈住疗养院的事情。啊，小林跟弟弟年纪还小，需要人照顾，是不是就让他们继续住在这里，可以吗？当然好啊，我也舍不得他们两个小孩啊。但是住疗养院的钱要怎么办呢？我可以休学去工作啊，我已经18岁了，我不要念书，我要去找工作。小玲啊，书还是要给他念完啦。可是我不能再一直麻烦姑姑跟姑丈了。如果我去工作的话，就有钱了，也不用缴学费。怎么可以不读书？不读书，将来要做什么？我什么都可以做啊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姑姑，我可以，念书真的不重要。怎么会不重要？你现在不读书，将来怎么找得到好的工作？你想要一辈子当女工吗？可是我们就没有钱啊。不然哦，我来找看看啊，像小林他们这种状况，有没有什么补助，还是说资源可以申请的？啊，如果学费和生活费，我们就再来想办法啦，这样好吗？这么多的问题，真的有办法解决吗？啊，问题再多哦，也要一件一件来啦。你不用担心，天无绝人之路，一定会有办法了哦。小林啊，你年纪还这么小，要听姑姑的话，好好念书。可是钱……你只要不怕苦哦，一切都没问题哦。我不怕吃苦，也可以吃苦，只要可以帮妈妈跟弟弟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小林姑姑啊，你不用担心啦，哦，我们都会帮忙一起想办法，哦。爸妈，你找我。是啊，来坐啦。啊，就有一件代志，想要甲你参详啦。参详。今仔日哦，我甲爸去访视一个感恩户，啊，伊好经济状况是讲介好，啊，妈妈哦破病需要住院治疗，啊，查某囝小玲哦是足乖足捌代志，啊，讲要哦休学倒趁钱啦。啊，我是伫想讲，伊敢有可能去你的便利商店打工哈？打工哦。嘿啊，啊，若是伫咧便利商店打工，诶，上班的时间较自由，伊就免放弃上课，就用半工半读啊。而且哦，伫你的店上班，大家也嘛照顾会着。好啊，你啥物时阵会当上班啊？啊，你免甲这副参详啊？唔免啦，一个工读生尔，我会使决定。你莫勉强呢哈。爸。我是真正需要工读生，而且会当甲人斗三工，一兼二顾，算算的是我赚着呢。搁再讲，妈看人的眼光这么好，介绍的人一定真好。啊，不过我也是感觉，你也是甲姐夫拍一声招呼，较好啦。妈，咱拢一家伙仔呢，
你嘛讲过啊，共一家伙啊，就是要互相支持啊，你莫甲我客气啦。我不是甲你客气啦，一直公归公，私归私啊，对不？既然哦是甲厝内底人做伙经营的，还是拍一下招呼，安尼较袂失礼。对啦，恁妈讲的无唔对啦，也是去问一声啦，吼。嗯。好啦好啦，我会甲因讲啦。啊，明仔载我就带小林过啦。来，吃水果嘿，来。惠芝师姐，惠芝师姐，来啊来啊！玉英姐，啊你哪会来？惠芝师姐，我有一件代志哦，想要拜托你啦。好啊，你讲。哪会是你？啊你一个人去阿斌遐，啊你袂惊啊？咩？啊！当作去看另外一个后生啊！哎，也不是真的不让你喝酒，只是要你学着喝茶。啊，这喝茶吼，对身体健康很好。我那大概看到这样的囡仔啊，这样你要打拼，我就足欢喜的啦。啊，你想起来吼，咱真正爱感谢一段时间嘞，若是无一段时间哦，就袂有今仔日的咱哦。溪水那爱心。花草那春风，春季串叶吐新意。不管得偌多，看到春花开，心情也轻松，人生就是这滋味。这个有爱的所在，四季春风的土地。一手牵做伙。